火箭！停！火箭不是我想发就能发的，是根据你们身上的红包数来发的。快把红包拿出来吧！蔡蔡老师什么时候这么贪财了？那我就一个红包，才一个红包啊！那就给你这个火箭吧。哦。啊，我还想要个火箭筒呢。那我的这两个呢？两个，那就勉强给你这个火箭吧。这怎么玩啊？大婶，你的呢？这，老师，我的红包没带。没有红包还想领火箭，想什么呢？我把我的存货全都拿来，看你们还笑。笑着，给你这个火箭。大婶呢？刚才还在呢。你们快看！老师，我来领火箭了。今天我可是带了足够的红包，你看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别急，红包老师早就准备好了。哇塞，这么多红包！蔡蔡老师，你今天真漂亮，红包多给我几个呗。老师的红包呀，不是你们想拿就能拿的，看这儿。哦，怎么都是半张脸啊？什么半张脸？这些啊都是王者英雄。蔡蔡老师，这和我们领红包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啊，这些都是王者英雄的眼睛，今天我们看眼睛猜英雄，猜对几个就能领多少个红包。哇，我可是农药小公主，这些 so easy。 农药里的英雄我都倒背如流，蔡蔡老师你随便问。那好，谁先来猜？我先来。这个一看就是鲁班，只有他的头才有这么大。这个是蔡文姬，他的耳朵最有特色。试一下这个啊。臭臭，不知道站一边去，我来。这个是宫本武藏，这个是孙悟空，这个是王昭君，这个是百里玄策。就这么一点，那就知道这四五个农药英雄啊。那你们刚才还信誓旦旦说都认识，看来我这红包你们是没人能拿走了。蔡蔡老师，谁说没人拿走了？如果我全部说中，你这些红包都得给我。大神，你就吹牛吧，我才不信你就能。别小瞧人，看好了，化腐朽为神奇。哎呀，农药英雄狄仁杰。墙上这些英雄都是我兄弟，你们可听好了：孙悟空、宫本武藏、王昭君、百里玄策、张良、元歌、云中君、李白、甄姬、公孙离、嫦娥、狐狸、鹿斑、杨戬。还有我新结拜的兄弟蓝。大圣，没想到你全都说出来了，厉害厉害。蔡蔡老师，你刚才说的还作数吗？当然，红包都是你的了。点击下方狗粮视频关注一下呗。